行しております。7回の裏ワンアウト満塁、ここで迎えるバッターは2番飛ばし、さあ強攻策なのか、はたまたクイックパクサイ7回裏のチャンス先行感じてた歓声のスタジアム
谢谢。那希望等一下就是的表演大家也会喜欢。真的。那刚才带来第一首是暗号来暗号去的博塞，所以你知道博塞是什么吗？有人知道吗？没有人，刚刚里面没有人有，就是暗号的。对，那刚刚其实有看到有些人都会跳，那不会跳的没关系，下次可以也跟着我们一起跳哦。好，那下一首歌是一个惊喜，小惊喜。对，虽然是惊喜啦，但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有在一个演出就是表演过，但是相信很多人还没有看过，所以我们就把它四舍五入当成惊喜。对，好，那我们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们买头康爵的立宪体是未来要成立绝对直球女子 Playboss 台湾队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是先成立一个培训队。那其实就是 Playboss 台湾队的筹备工作，除了成员的培训之外，我们还要将很多他们的歌曲中文化，这样就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歌曲的意思。好，那我们下一首歌就是中文化的 Mr. Green Light。加大。Hey Mr. Green Light。Yeah.
有听到我们有唱中文吗？对啊，你们刚好听到我们喊"勇往直前"吗？够清楚吗？有吗？有吗？我们学这首歌，然后很多人发音不太标准，然后想要去正音班，像台湾狗语的那一个。所以有听懂歌词在讲什么吗？哈？带叔公杯，怎么说都是。那叔公在哪里？快点看一下歌词，变得是有叔公杯啊。把叔公杯起来。然后刚才第二首歌还蛮可爱的哦，好像蛮多人喜欢的。然后我们也用中文来介绍他一下，他叫做《恋爱的牵制球》，非常的台味，莫名有种台味。总之，你们在未来应该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我们就是中文的歌曲这样子，对，把 Playboys 的歌翻成中文。下次可以一起唱啊！好，那接下来我就交给蔡蔡宣传一下我们的 FB 粉专。好，那大家可以上 FB 去搜寻，好像说找内线体不一定找得到，好像要打 mitochondria 啊，就是这个 mitochondria。看来是英文不太好的朋友，好啦，跟我念一次，好，应该没有人跟我念 mitochondria， mitochondria， 来再来一次 mitochondria， 没事，就这样，谢谢。然后那个英文小教室，空中英文。好啦，那就是我们就是每周的一二三五都会在上面就是轮流发文跟大家打招呼，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多跟我们互动，对，多留言一下。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就是在暑假的时候非常多。然后我们请成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在7月17号在点空间有 Idol Collabo， 好，那我们在7月26号在捷克音乐的时候会有 SSR 的晚场。啊，那8月2号这个要注意听哦，我第一次讲哦。8月2号是立宪体的二期生的公开审查，在点空间，五场跟晚场都有活动，希望你们可以来参加，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第一次办活动。然后接下来的话，其实9月还有八，应该说不是9月，对不起，8月还有很多活动。那麻烦请注意我的粉专，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活动都会在上面有公告。那我们演出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新的曲目，那大家记得也要来现场看我们演出哦。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们平常都是放在最前面或是最后面，然后就今天在倒数第二首，应该是倒数第二首的出现了。好，那请听这一首《Arigato Gozaimasu》。
那这里要再跟大家宣传一件事，就像一直在宣传，就是呢，我们Mitochondria立腺体现在有在征收二期生。对，那我们书面审查的截止，收件截止时间到明天的半夜12点。对，要把握机会。那详情的话，可以就是到我们的 FB 粉专的置顶贴文查看。那若那个就是你最近才想报名，然后资料还来不及准备好的，你可以到粉专去看社长的电子信箱，然后寄信给他，就可以先跟他讲说我要慢一点教我，可是等我这样，拜托他一下。然后如果有适合身边适合的妹子，然后觉得她蛮适合我们立腺体的风格的话，也麻烦请推荐她来报名参加哦。对，那假如妹子们现在担心没有经验，没关系，我们社长是很喜欢从零开始培训一些有潜力的新人，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勇往直前哦。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耶！然后最后一首歌呢，它也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登场的歌曲。那这首歌它有一点可爱，又有点热血，然后等一下会有喊声，尤其画线的时阵，等一下跟着我们一起喊哦。好的，请听最后这一首《Good Woman》。
欢今天的演出。最后再介绍一次，我是99号的一耶。那我是29号的江玲。我是36号的 Kira。我是53号的菜菜。我们是麦克康吉亚立宪体。谢谢大家。那稍等等就会有午饭哦，要来找我们玩，谢谢，午饭见哦，拜拜，谢谢，拜拜。